你有身孕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后我每天都给你把脉，不要乱发脾气，不要乱吃东西。离开我的视线超过半炷香，就要提前告知。还有，那个真经也不能去卖了，太费精力。我们又不差钱，那么多夜明珠在那堆着。那是送你的，又不是送我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分你我？ 你让我好伤心，悲痛欲绝啊！我随便一说的，你别激动啊！我以后都听你的还不行吗？